着一支小雨伞，一支落来吧，雨愈大。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哎，是谁？要录影的，你怎么了？快，要录影啊！真的在录影啊！你怪怪的耶，你有心事啊？小姐，可以让我静一静吗？我跟你讲，今天佩珍好奇怪哦，我刚刚跟他讲话，他就是磨难磨内，然后我也比弄那边讲讲嘛，就是好愁眉苦脸，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让他这么不开心。不过今天气色看起来不会差，可能有了啦。哇，应该是哇，应该是就华裔嘛。哎呦，佩珍，有了就没关系呀、啊，关系啦，对不对？好事嘛，好事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好笑吗？啊？怎么了？好笑吗？啊？是他讲的，很奇怪耶。啊？我难道不能好好静一静吗？可以。不能冷静的做开场吗？通常太冷静开场，观众没有办法适应。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那么吵呢？不要这样子，你不要骂我们的观众。没有啦，我现在是在讲我妈。我想出来的，不是，我觉得好奇怪哦，我只是面子盒里面面子没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要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想说为什么你不再多装一点？没错，只是那个厕所门没有关，对不对？啊，家里又没别人，我想要这样上厕所，他那时候你怎么上厕所不关门？哎呦，不是，你不能这样讲，天下父母心，就是妈妈呢，永远都希望小孩子呢要改变，而且要进步。当爸爸妈妈人都希望小孩可以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天下父母心啊，就跟我们今天委托的黄小姐一样哦。她的儿子呢，正处于青春期的叛逆，所以呢，她跟她儿子的相处呢，真的关系非常差。然后小女儿呢，功课也不好，她也烦恼了很多。所以呢，整个家庭的状况呢，都必须要去承担，要去烦恼经济的问题啊，财务的压力啊，家里的负债啊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战争是比二次世界大战还更可怕。就是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哦，这样的战争呢，在你家我家随时可见。我跟你讲，那引爆点是随处即发，一触即发，非常可怕。不管今天我80岁，我的小孩60岁，他还是我的小孩啊，那也是我的心头肉，也是我的心肝宝贝啊，对不对？小心手背都是肉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赶快帮黄小姐看一下。是啊，今天的委托人黄小姐是位将生活奉献给家庭与小孩的家庭主妇，而如今两位小孩都正值青春期，因此可以说是让人伤透脑筋。究竟有什么方法能让小孩听话，而或是能够借由家中风水做改善吗？就让我们赶紧来看看吧。是我们请的是黄小姐，不是那个17岁的那位那个金小薇啊啊！你请你妈妈来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对，她不在吗？对，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你妈妈，你妈，你妈黄小姐，嘿，我本人。想说谁呀？然后整个就是像妹妹一样，就想说她妈妈没有来，你为什么一直要叫她妈妈出来？妹妹啊，看起来就那么年轻，你是黄小姐还是黄太太？吴太太，黄小姐是。你现在两个小孩，一个几岁？一个19，一个16岁。哇，哦，你所以都真的是，对，也算超过那个最叛逆的时间了吧？正值，女儿是正值，真的，然后现在16岁最叛逆，对。然后家里就是一家四口，对。然后现在的状况是，就是亲子关系的状况很有一点摩擦吗？有，啊，真的啊，是有怎么样吗？是你不让他滑手机吗？我管教比较严格一点。举例，家里没有第四台，也没有网路，没有电脑。啊，那在家里做什么？对呀，他就一直看书吗？没有没有，是因为他不会克制啊。哦，因为有曾经这样不会克制，所以就把网络都停掉了。对对对，哇，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对对对对，那他们因为这样的事情跟你就是大吵大闹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因为是自己的问题。对，哦，可是如果现在你跟他一点点网络。对，有讯息他不知道，因为他现在休学，所以我们最近买了电脑，这样哦，有给他看了，有，已经组装好了，还没上网这样，哦，没有网络这样。休学为什么？就是因为
在美术高中的时候，嗯，然后学分不够，老师怕他毕不了业，就是希望他再重读，哦，或者是转学这样，嗯嗯，转学先让他休学一下。没有，后来因为那个转学以后被同学欺负，嗯，被霸凌，所以他就决定转学这样子。霸凌，对，好恐怖哦！嗯、为什么、嗯？为什么要？是怎么样？怎么会变这样？就因为他是高二才转学，要缴检定费。嗯，然后他在下课的时候，因为跟班上同学不熟，他是假班，然后就跑到隔壁班的认识的同学。嗯，然后隔壁的那个同学就是托他买一双鞋子，然后刚好是2000块。嗯，然后他们班上要缴那个检定的测验的那个费用，嗯，然后有一个低收入户刚好下课的时候坐他的位置，后来那个要缴费的时候，那个低收入的同学就说，嗯，我的钱不见了，然后别人老师就说你想想看你是放哪里，嗯，他就说放在我儿子的座位上，嗯，然后那个老师就请教官来，嗯，全班就是搜查，搜查说哎书包啦，好，身上有什么，嗯，多少余额？可是那个检定费好像我记得好像1600，嗯，然后我儿子的面额那个纸钞的面额是2张1000块，对，所以教官跟老师都不认为是他偷的，是，嗯，然后有的同学就认，因为找不到钱嘛，然后有的同学就诬赖他说是不是你偷的，嗯，因为对，然后后来就。我儿子就在 FB 就他们班上的群组发现他，哎，同学有几个在说他，哎，哇，惨啊！带着害怕、恐惧去上学，这样怎么会学习会好呢？其他的风水格局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整个家里的环境呢，确实就会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。因为像这种社区呢，其实我们从这个马路这样进来，没有进来是一个小巷，有没有？是，要叫小巷进来才有一个他们这样一个家庭。对，等于说那个财水呢要接进来不容易接进来，等于说他们家的机会。反正就会比一般人辛苦，如果你自己的命格有在走运的话呢是还好，如果有些命格没有在走运的话，它就相对的会更为艰辛，然后一进来他们家呢更可以发现说除了呢机会变少，孤立无援，就是他们家的沙发的问题，沙发，嗯，啊，听见吗？对，家中财运的问题不只从外在环境看得出来，就连客厅内的格局也有迹可循哦。却是好像在门口的感觉，对，哦，好像它在玄关的后的外面。其实玄关呢，代表就是一个家里的一个贵人运的所在嘛，对，也代表一个人的喉咙的部分，因为大门为口，然后玄关就是喉咙，代表说你讲话有力道嘛，会有公信力嘛。可是呢，像他一进门会发现说，他的沙发整个都在玄关的外侧，有没有？都在外侧。你看，我们坐在这里。对，门那个开门进来在脱鞋子，哎哎，来啊，进来，哎，到半个小时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你看刚刚比较晚来嘛，我一进来就觉得，你们怎么好像坐在门口？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玄关的地方，它其实不是算比较客厅的。等于说，其实当然我们进来都是客厅的空间，是，但是因为隔了一个玄关之后呢，变成说它视觉上会有隔两个空间的感觉。对，等于它这个沙发主位呢，在玄关的一个外侧。嗯，等于变成就是说，在家里面或事业上呢，很容易会有一些孤立无援的现象，而且很容易事倍功半做事情，所以有时候你会徒劳无功啊，多做解释啊都没有用。嗯，那还有就是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呢，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背门的格局。嗯，对啊，背门讲了，只要背门后面有门有窗，没有靠山，就会被小人啊。所以你看他插背门，然后又在玄关的外侧，一打开门就被门冲。那要不要想个方法把沙发换位置会比较快啊？对，其实呢，因为他隔玄关的目的呢，是因为他很怕那楼梯直接对大门。对，哦，这也是一个方法，隔玄关。但是因为他家空间小小关系，我会很建议就是说你把沙发主位换在这个地方。嗯，然后呢，电视呢换到我们正前，我这正前方，然后等于说那边做个电视柜呢，跟玄关就可以一起坐起来了。对呀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沙发就把它摆到这侧面，那等于是一个 L 型的嘛，而且这样也可以把财水接进来。那我们刚刚讲说，其实它的外面道路的那个财水进来就很缓慢，对，所以呢，它也很巧妙在那个门上面放一个葫芦，对，它放葫芦，然后其实外面也有钉，有镜子啊，有些红布啊。天哪，你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啊？不是不是，因为。以前你们还没节目还没开始，16年前还没。不是，开始了一下。我打水，我打人家，我打人还要撇的那么干净。那
所以你都是看哪个节目呢？16年前，16年前的时候，因为16年前那时候节目还没对对还没开始，那可以体谅，可以体谅。对，从现在开始你要每天看哦，每个礼拜六礼拜天。所以16年前你就在注意风水这件事啊？没有，是那个请风水师来看，嗯，哎，要拜拜拜地基主那些，要准备那个入先你数的仪式，对对对对对。那就一直留到现在，因为很多人都这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，也不知道该不该拿。是，其实像那种葫芦挂很久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换新的。那其实挂葫芦是一个收财水的一个象征，也 OK。但是你要让这个财水更活络的话呢，其实你不如直接摆放个流水盆，因为象征性把外面的财水再引进来家里，因为它这个坐南朝北嘛，那它的财位刚好在东南方，所以其实你把那个财水呢。的流向流到这个明财位的地方，嗯，那或者是你这边有个风水，其实他那边有财位有，对啊，有布局啊，但是那个风水人要让它动。对，既然你有放风水轮，有流水盆，就要让它动，不能死。是流水盆没有在动，那我就紧张了，因为家里是只有先生一个人在工作。嗯，对，对啊。可是外面前院它有放流水，这样也可以吗？嗯，也可以，但是基本上流水还是要放龙边的位置。嗯，对，因为离大门越近呢，它的流水进来会比较顺一点，比较强，就对。而且又是你先生在工作嘛，对，主要掌管财务是他嘛。嗯，那他工作状况还好吗？工作就是自从他以前是公司是那个卖把拍屋，把拍屋，所以我们这个他是老板吗？他不是，他是主管，主管对。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房子也是把拍屋，因为那他买的很划算啊，对，很划算，可是便宜。嗯，对，哎，可是后来那个政府有奢侈税以后，就没办法继续再用把拍屋的经营方式了。是，嗯，后来他们就改型。改型就转型就变成那个建设公司，开发建设公司这样子。然后他们公司好像不是营运很状况不是很好，是哦，对，就是他运气在跌了，对，就跟着运气在跌，也跟着跌了。对，说景气是一个循环，但是自己的运气也是一个循环。对，先生事业运势走下坡，该如何才能挽救呢？小孩叛逆有迹可循，房间格局影响小孩性格，他整个是床尾，然后人际关系很容易会撕裂，而且呢，他会住在这面房间呢，他会特别容易固执，而且不好沟通。国一才在这边开始睡，然后睡的时候就开始好像个性都很难沟通，然后对就有点偏，特别钻牛角尖，都有。大家好，3月6号到3月10号当周各生肖的运势，属老鼠的投资可以获利，财源滚滚，买股票甚至于借贷都是能够获利的一个好周。其次就是属牛的配偶帮助非常的大，对配偶讲话要更和颜悦色，因为配偶会带财来，带很好的运势过来。属老虎的兄弟姐妹金牛互相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就起来哦。